白胖胖水煎包新鲜出炉，2024台湾美食展在世盟一馆热闹登场。现场台味多达600家，还能一次品尝30家米其林必比的美食，互设余味餐馆的鲜肉生煎、翡翠生煎、鲜嫩多汁，连续4年蝉联米其林必比的荣耀。还有来自台南的鲜蒸虾仁肉圆也连续2年登榜。我走看看吃吃啊，肉圆啊，还有豆花。我刚刚有去那个日本馆，他们应该师傅全部都是从日本来，就是他们广岛烧是很口味是很正统。 来到美食展还能尝遍全台各地超人气美食，不用到永康街大排队就能吃到山海豆花。这回除了经典品相之外，还带来前总统指定的火龙果口味。另一头来自嘉义的林聪明砂锅鱼头，颠覆传统，碗里装的竟然是一只龙虾。从去年呢，来研发出来以后，收到很多好评，所以这次特别在美食展带了300份来跟大家做分享。预计呢，今年的业绩呢，能比去年呢更成长30%。吃饱喝足，还有抢好康，还霸王餐券下杀 5.1折起，金华酒店住宿下杀2.7折，原价29,799元，特价8,000元有找。泰市场自助餐券买十送一，台北美孚大饭店的美食通用券也打出将近对折折扣。我们最优惠的自助餐券买一送一，分别在4天上午跟下午，有2场，那限量只有30名，可以吃到炉烤的牛排以及新鲜的生鱼片、海鲜。美食展为期4天，让民众周休假日也能来吃美食抢好康。记者于胜行、曹文宁台北报道。